我要你去说服器官移植中心帮我调整等候者顺序。是为了夫人吗？在提出这种请求之前，您要给我们一些东西。我们掌握到南江明的近照，他换脸的传闻也证实是真的。南江明的话不是有真死了吗？这个随身碟到底是哪来的？是巨泰原产物给我的，要么是陷阱，要么是头颅。你用最侮辱人的方式拒绝了我的拜托，我要让世人看看我到底有什么能耐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操作。